看见天空，站在阮的树上，看见天亮亮，最近不敢遇见，一旦看破，不爱过命。你两个为我一个当死吗？阿兄，你若要安尼死无，一个保镖为生，伊为着我家做生活起义，谁知粗鲁过度，谁来死了当兵？我看你为我这尼啊粗鲁，刚才生活是我啥艰苦？是啊，不过你即摆开始，心情有够歹，较轻松嘞。Yeah.
天我请春秀你你正在这里开花的时你要是你人要来照顾我你还不再熟悉你下不了好心啊，所以就要救这百姓，请来你来财务，现在人嘛已经死哦，大哥，你都死了倒闭，所有的金钱嘛已经开完了，啊，所以就是，那么是爱操作该卖错，阿娘，不如我一个意见，不如咱来搞个关系，会当照顾啦。三年一科技考，啊，今年卖当向小哥变两期，小哥，你过得无唔好，过得那样做，你叫贵哦，才会出呐，咱来想嘛，你叫贵贵，以后咱嘛无得过多等你，好，现在都卖大。大娘全在去找冠军，阿娘你来保重身体，我再下来处理阿嫂的后事。
这是个地主，自细的时阵赚食的家庭，父母真善，互不离中规个家庭起居，再结一个老阿妹做后事。啊，愈想哦，在愈伤心，我的青春年少，结一个老阿，梦怎么想的是天亮，奶奶，我做了有一个官家。虽然我已经成就风采，但愿此事的价值，但是我的生活会当过着幸福的日子。我是一直在休息的，规个脑海内
真是真紧张，听我呀。我们的
你以后发财，你同时哦，出门生意好，多收点利息就好。我们一点空闲话题，那么空有题，出门出国啊，就发财好生意。出门出车别别别过来，过来的时候别把我的包丢了，别把我的包丢了。我不能说不急，你送我送不急。他虽然还是光阴不可以了，生生不离不弃，把你我送你。那你出行，那你车费先安排一笔。那两个亲戚莫离离是我，我是这里的亲戚的女儿。只是那老人家的毛病，俺家的那个莫名凶，三不离离，这个女的是结婚。我嘛真欢喜，你来唱哦。我小妹，我今日过有开销，如果你问我，我就给你听。